看几下，两点半，好，两点半出发。然后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啊，冲啊，冤嘴的日出啊，不知道会不会？没关系，有冲到就冲到，没有就算了。反正就是去冤嘴拍日出。猫？哎，不是哦，是吗？什么？3:48到了，到冤嘴的登山口。哎呦！我靠，满天星空，真的！我靠 ，GoPro 拍不出来。冤嘴山，老师。哦，装备上肩。现在只担心下山而已，上山不是问题。好，下山才是我的罩门。OK。哈哈，啊，到平台，现在是早上5点。哇靠，那个不知道什么星，超亮。哎 ，GoPro 里面好像有拍到哦。哦，现在卸装备。哇靠，五告单。就是啊，金星吗？就是金星啊。靠近一点吧。快点，看我要不要对。金星哦，用 GoPro 得让翕吧。好，来，得翕掉。唯一可以在 GoPro 上感光就是金星啊，其他眼睛看很漂亮，可是 GoPro 是黑的。OK， 继续出发。现在站在这个边这样而已啊。走得不够，没灯打不到。等一下，然后我帮你，走吧，小心哦。第一个走这个人，真是心脏够大。对啊，这边哥卡住了。这一段要卸装备啊，卡掉哎，卡关，哎呦，嗯。哇，真的很窄哦。对啊，很窄。哇，好，好吧，头先弄上去。公子，我要录一段哦，希望一姐有机会来台中朝圣一下。一姐，一姐一定要来这里啊，很屌。一姐，你看我们爬山都还要想到你。对啊。他说我们都是好朋友。跟大大人干了起来啊、哦！2点，那现在几点？6:14。我先用7，那个老蛙，这个时间点用广角会比较好。对，我的下臂杖是关掉的，要不然没办法手持。Test， 喂 ，Test。突然呢、欸，哦，我目睭哦，夭壽。从后面过来，扔卡会软软脚，因为不常爬呀。踩那个缝啊，手指头要有东西抓，这样就 OK 了。
他们说了三点不动一点动啊。OK， 换。哈哈哈哈哈，可以转喽。OK， 酷了，好，没办法，完全没办法，地面起飞的地方。好，开始。对，哼。